we can keep fighting. 你是否在网络上看过像这样18分钟的演讲？结合科技、娱乐、设计的网络演说平台 TED， 自2009年起被一群年轻人引进台湾。本集《公视艺文大道》带您认识这群台湾的 TEDx 年轻人，如何与不同世代领域的专家脑力激荡，在18分钟内凝练人生的精华，创造对未来的想象。